我哋而家咧繼續咧都喺呢一個嘅駐教廷大使啊，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咧舉行呢個國慶酒會嘅現場噶。咁啊，現場情況咧非常配合啦，好多嘅嘉賓啦、來賓啦都逐一咧嚟到呢一度噶，包括有林吉南主教啦，呢、這個湖南南嘅榮休重組主教啦，亦都咧有華人嘅神父啦，亦都有唔少嘅外國嘅領事啦到場啦去參加嘅。咁啊，賽場咧就非常之熱鬧啊！咁亦都咧有開始咧有啲小食啊，俾大家咧去享用嘅。咁啊，當中有唔少嘅神父啊、主教啊都會喺度嘅。咁啊，我哋揾嚟啦，李世明啊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今天有什麼說話想跟大家說啊？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112年了。好，謝謝你，謝謝。好了，首先各位，书记来了哦。书记团的团长魏书记 ，OK， 书记团嘅团长嚟啦，去到长滩礼啊，嚟到呢一度庆祝啊。好开心啊！咁啊，书记咧都。書記團的團長啊，都嚟臨參與呢一個嘅慶典啦。係啦，咁頭先咧同我哋講話嗰位咧，就係咧李世明啊嘅教廷大使啊，台灣駐教廷大使。好啦，現場咧即間咧就會咧開始咧呢一個活動噶啦，一陣間咧再同大家有更多嘅分享。